我觉得在我心中榜样是应该不断去努力去追求实现自己的梦想。那我的梦想从小学习音乐，学习钢琴，然后呢伴随着中国的不断的强大。那我刚刚其实在欧洲举行完这个巡回音乐会，然后今年呢又是中英建交40周年，然后同时也是还有接下来的中日建交40周年。我希望通过音乐通过钢琴能够把各国人民包括民族不同国家的人的友谊这个建立更好的友谊，同时呢希望能够把中国更好的民族的代表性的音乐能够传递到世界各个地方去。因为其实钢琴是一件西洋乐器，大家从小学习都是像贝多芬啊，像巴赫啊，或者像肖邦啊这些作品。那其实同时我们自己中国有5000年这个文化历史，在未来我希望能够挖掘更多这些元素，通过钢琴把它传出去。可是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看起来好像好就是我们刚才说贝多芬、肖邦那么多古典音乐大师，你有没有尝试过想要自己创作一下钢琴曲？因为现在可能是青年画家。我相信在未来会考虑，因为创作在这个时代也是很重要的，希望能够把过去的一些经典的一些元素，能够通过这个时代的声音去表现出来。好，谢谢老师，好，谢谢，谢谢老师。